哦，糖厂的房舍整理的这么，环境已经整理这么好了。哦，糖厂的环境整理的这么好了，看过去好清爽，好清爽啊！哦，你看那边的门呢，只要那个门打开了，就可以走这个路，走这个阶梯上来的，哦，真方便啊！哦。完了，什么时候那个门才会打开呢？哦，那个是安全的问题，安全的问题，不能随便让人家跑到人家的办公处所。那个是糖厂的那个土地，也不能随便侵入啊。哦，糖厂的活化赵坤元议员说要活化糖厂，赵坤元议员说要。帮忙活化糖厂哦，那个房舍在整修，你看，那两栋好像离糖那么大的哦，右边那一栋，右边那一栋的话，本来旁边啊都树啊，那个草啊都爬得满满的哈，然后都整理好了，你看，还有屋顶的破洞都补上去了，你看正面那个墙面那个粉刷的白色那么漂亮了，哦，左边是比较北边那一栋啊。好像比较破损的比较严重，好，那再来就是2层楼的楼房，哦，那个整修了很快就可以用了。你看那土地那面积那么大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土地面积那么大，哦，哎，注意看那个是防空洞，那个可能是以前的防空洞，你注意看，那个有。比较低的建筑物有个像门那个，还有那个应该是以前的防空洞了。哦，这个糖厂日治时期就有了呢，然后到了1945年，你看二次大战的最后一年，1931年民国三十，1941哦，1941民国30年，哦。年底啊，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然后发生太平洋战争，然后美军就会来台湾这边轰炸呢，所以你看都有那个防空洞，防空洞，你看，哦，你看这条路啊，然后走到这个门这边，然后爬这个阶梯上来，哦，我可以到这个集水区的堤防这边散步了。哦，环境已经整理得这么好了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中华民国108年了，公元2019年了。今天呢，1月21号，农历12月16号，尾牙，不会给种田的、种菜的、种水果的农夫，说所有在拜土地公、土地公伯，还有拜好兄弟、拜无形大德，拜好兄弟伯。烧香，有的时候烧2次，也有的时候烧3次。每一次三炷香烧到一半，然后再烧第二次回合的。烧好了拜，烧那个纸巾，黑红色纸的，写个福，好大的字啊，福姓福的福，那个叫做大白金、大白金，烧给土地公了。另外比较小张的，叫做九金，12345678910，九金高金，是烧给。好兄弟的，好兄弟，无形大德的。